罗岗中兵社团人文艺术中心当日展出中部水彩画花莲展，现场展出大约40多幅水彩作品，现场有各自无同款的风格，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观赏。现场是展出大约40多幅作品，每一件作品拢是生源上精彩的创作。中部水彩画花成立伫民国66年，到即马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生源内底有真侪实力坚强的艺术家，即个特别受到邀请来中兵社团展览，和更加侪人做伙来欣赏。中部水彩画会是由前辈画家杨启东教授所创设的我们已经经过40多年的历史了哈，是我们中部一个最资深优秀的团体之一。所加入的画家都是在全国性的比赛得过首奖第一名的作家，或是永久免审的作家，所以我们这个画会可以说是我们中部水彩画会的精英。这一次我们展出的作品一共有40几幅哈，因为这个空间大概只能够展出40几幅哈。那么我们的画风哈，就是说大多数以写实的为主哈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画风呢是比较新颖的，比较前卫的。但是呢，各个人的画风都不一样但是都是诠释的相当的这个有一个很高的水准。这个作品全部拢是以水彩为主，呈现了真侪不同的画风，欢迎兴趣民众到中兵社团人文艺术中心来欣赏。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录港，蔡宏报道。